终于把工作室这边的多肉全都搬完了。露台这边呢，现在已经完全可以露养了。自己一个人陆陆续续搬了两天吧，我现在对他们充满了期待，我感觉一个星期就能给我带来惊喜。今天就来浇水吧。真实的我应该走向那边，日落前风来临，是蹲下我在盘腿坐着，人到底靠什么来定？